山水啊，我伫万里啊，有一个在地啊，用咧高高地啊，啊顶头放一个球啊。怎么不认识的？他说那种煮汤比龙虾还甜。可能是哦，看起来。嘿啊，啊，足少人会食迄种物件，细细只啊，拢高水高水啊。一般来讲，他们都是钓这边的，可是开放的区域是这边。啊，这边有什么鱼可以钓？都嘛在这边才有，啊，跑到这里。一般都是钓这边啦，乌鱼啦，呱呱啦，刀啊，好鸡啦，这都有抓手啦，回形啦。那个地方是沙子的海底，沙子的海底比较容易出现这些鱼，不过这个港算蛮浅的。所以说可能要算一下潮水，应该是涨潮会比较好。好啦，我们到大小香兰去看看哦。今天好像没什么人，海浪太大了。今天海浪真粗，你也落去了。应该是吧。一摆钓，风印遮粗的吼。风头印搁大。安尼毋是较会走哩个。现在是涨还是在退？对啦，现在在退啊。在伊啊。啊，无咱这个上好钓啊。这个两字啊，无咱这边上。这不会撑下啦，对啊。鞋拢叫这只只。啊，无迄个。这个我呢，这是个好人来我呢。叫我啊！我唔知我，我来这。今仔日干哪里去啊？要算较安全呐。我的经验嘛，你种的下脚螃蟹咧算嘛就对。对不？叫叫做沙水呀、啊，迄沙水呀、啊，我伫万里呀、啊，靠一个在地呀、啊，用咧高高地呀、啊，啊顶头放一个球啊。怎么不认识的？他说那种煮汤比龙虾还甜。可能是哦，看起来。嘿呀，啊，足少人会食迄种物件，细细只啊，高拢高水高水啊。啊耶，游泳嘛！你到底你在摸你的房，你的房？是爱房，是爱未房？你叫房哪来？那沙子啊，摸那在地捏半桶，恁两个空瓶。你做生意干？
控情分吼，比量体较甜啊。我甜，我甜一点。爱不够迄个量啦。好啊，祝你中大吉啊！这个地方有一个东兴宫，对，在右手边有一个厕所，然后停车也很方便。这个地方应该也可以车速，哦，那个厕所很方便，然后适合全家出动钓鱼的一个小搞搞的地方，蛮不错的啦。有一个钓鱼的欧人欧北照常常来这里，有时候我以前也有来这里钓过。有时候就是可能要钓外面的，如果你都钓里面的话，都是一些小鱼比较多。好，这里就是大小香兰，应该是从这边走过去到那边石头比较高的地方，应该是在那边钓。我上次有跟一个钓友在那边钓，他带我来的，然后今天海浪很大。这边如果风浪小的话，也有很多人在这边潜水。这里就是香兰，然后路边有一个香兰咖啡，很多重型机车啊、跑车啊，会跑来这边休息一下，喝个咖啡。今天风浪很大，这边没有人来钓。这里就是香兰咖啡。有人知道怎么进去吗？原料钓点答应钓友要来这里拍片，绕来绕去找不到钓点，硬人可比天人。感谢您的观赏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